请那边子怡，王旭，到这边来。朱宗伟的掩护，没有能够成功的挡开人。章子怡突起来，若侧王曾杰三分球。王曾杰一记三分球，把比分瞬间缩小到了三分了。全场的朋友一起来。 一二，快！进攻队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出色，死死地盯住了持球人，每一个环节都死死地锁住。啊！蛮牛冲撞，扣的！王曾杰连续砍分，只差一分。 王曾杰在第四节的时候，真的是一改前三节的面貌，去连续为球队得分。